演陈佩琪拥有精湛演技，尤其将反派角色诠释得很好，让不少观众对他又爱又恨。他在私底下个性也非常直爽率真，没想到却因为帅气的气质遭到外界质疑性取向。陈佩琪平时分享照片都是走中性风格，因此经常有人好奇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帅，甚至追问他到底是女同性恋还是双性恋。对此他谦虚的回应表示，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女，也澄清自己是直女。不过陈佩琪也提出疑问，为什么直女就不能帅？为什么帅气和女人味不能共存？为什么帅的女人就不会有男人爱？呼吁大家打开眼界，抛开狭隘的思想以及旧有的观念。贴文获得不少网友的认同，大赞他直来直往的个性很讨喜，也喜欢他的个人魅力，并表示在年轻一辈中，其实越帅女生越受欢迎啊。